解题电感串联互消计算，如图所示电路若 L1 等于 60mH， L2 等于 30mH， 两者之间的互感量 M 等于 2mH， 则其总电感量为多少？在第37题，给你一个电流源，然后接线圈来判断电流方向。这边往右边，往左边电流，往左，所以这边往上，这边电流，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电流流过去，往上，往上，往上。那有电流流过线就会产生什么？磁场，所以判断一下磁场的方向。电流往下，磁场往右边，对，这是坏。右边的磁场呢？是往左边，所以两个磁场是互相抵消的，还是互相加在一起的？所以这个叫串联互消。那互消怎么说？公式怎么写 ？LT 是等于 L1 减掉 M， 互消了嘛？那再加上谁 ？L2， 这也是互消了，是在减掉一个电感，对吗？所以串联互消就是 L1 加 L2 减掉几个 M？ 两个 M， 所以大家就可以算到60加30减掉2乘以2，就是多少？86mH。好，这是37题，答案为 B。